上线哈。荣惠正在联系金老师上线。那没关系。那我们开始吗？开始了吗？开始。好，开始哈。那大家好哈。我是陈一鸣，是我们国政基金会永续发展组的召集人哈。那我们今天开的这个记者会呢，主要就是针对今天早上哈某一个大报，他提出来说，高端紧急使用授权审查前夕，这个食药署的这个审查委员急更换的这个事件呢，来做一点评论。那我们在线上的有王任贤王理事长，还有呢，等一下也会上线的金传春金教授。那我首先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PowerPoint 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资料。好，这根据这个联合报今天早上的头版的一个新闻呢，他提到了，就是说，他们拿到的资料是五月六号跟五月二十八号在食药署两次的记者招待会，他们的这个审查会议的名单。当然，他也提到了这，因为两次的这个审查委员的名单，有很大的变动。好，那这变动的情况呢，他们觉得这里面有一些状况，所以就提出了一些质疑。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资料。首先我给大家看的是我们取得的这个109，好，下一张。好，这是109到110年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药品咨议小组的委员名册。好，所以这个名册里面呢，总共有23名的这个委员，含这个女性的委员10名。哦，那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食药署的这个药品的咨议委员的召集人呢，是钟颖文钟教授。哦，他是我们高一的这个现在附设医院的院长，副召集人是林志龙。哦，所以在这边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名单，总共有23名。哦，包括有钟颖文、林志龙、毛培礼、李世昌、李冠汉、林英奇、林文珍、李敏雄、等一贤、邱惠美，好，下一张，还有侯玉琪、徐炳宁、陈兆文、冯家贤、黄阿梅、洪家勋、刘炳慧、刘昌吴、赖琼慧、鲍立恒、萧金福、戴家言，还有谭传德。好，总共23位。在这23位名单里面，大家看到了有10位女性的委员。好，那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常设委员的名册。那根据他的这个食药署的这个规划呢，常常会根据他要审查的这个药品的种类、疫苗的种类，会邀请常设委员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一起来参加。好，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里面其实是23名的常设委员，有10名是女性委员。好，下一张。好，那结果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个报纸，它登出来的呢，5月6号的，它的跟5月28号它会议两次会议都有参加的是这八位委员。在这八位委员里面呢，只有两位是属于常设委员，一位是钟颖文，他是召集人，另外一个是刘昌吴，他是国卫院癌症研究所的医师，这两位是常设委员。其他的6位，他包括陈佩泽院士、李炳宜医师、林依林，还有陈伯彦、陈建伟，还有严慕庸。好，下一张。那我们下一张就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5月6号跟5月28号分别有参加的，好，分开来，在左边大家看到说5月6号有参加，但是5月28号就没有参加的，好，有这八位哈，这是张尚淳、李敏雄、肖高斌、张丰毅、肖世新、林英奇、黄玉成跟邱正许。那现在重点在右边这边，也就是说在5月28号有参加这个专家会议的呢，
额外另外再聘请了四位委员，就是司徒惠康、黄立明、萧金福还有黄义信。好，所以当这个名单这样子公布了之后呢，我们有几个看法。首先第一点就是根据行政院108年12月27号的函的规定，针对已达成任意性别不少于三分之一者，应持续维持性别比例。也就是说委员会的名单呢，这个任意性别不少于三分之一。所以大家记得在常设委员里面，23位常设委员有10位是女性的委员，也就是他性别比例维持 60% versus 40%、三分之二三分之一大概是60% 40% 6比4的比例。好，但是到了这个5月28号这个会议呢，我们看到是12位的委员里面只有2位是女性的委员。好，所以只有在，我们可以回到前两张吗？对，在，好，这是我看看，好，下一张，再下一张。好，所以大家看到说这里面5月28号有参加的是这八位委员，其中就是只有一位女性林依琳。跟下一张，5月28号另外邀请了，下一张，对，下一张就是这一张。好，有看到另外邀请了四位委员，其中也有一位是女性，就是杨义新研究员，她是国卫院癌症研究所的研究员。好，所以在5月28号的这个专家审查会议里面，他们邀请的这个女性的委员的比例是不符合规定的，只有2位，也就是六分之一，好，不到10%，就是 16.7%， 六分之一，好，就是不少于三分之一的比例。好，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大家要知道，就是说若常设委员里面23位常设委员有10位是女性，而这10位女性的委员一位都没有被邀请进来参加5月28号的会议，那反而呢邀请了是林依琳跟杨义新两位女性的委员的代表，所以女性的代表偏低。那今天当这个联合报有这样子的报道之后，结果这食药署的他们马上就有个声明，他这声明是提到说5月6号的是专家会议，不是审查会议，因为希望能够广邀这个相关的领域的专家学者能够参加讨论，所以他们邀请了很多又可能参与这个临床试验执行的，所以5月6号是专家的讨论会，5月28号才是真正的审查会。好，所以我们5月6号难怪我们看到蛮多其实都是这个高端或者是联雅的这个疫苗的这个临床试验的执行的这个计划主持人，你看像5月6号里面的张尚淳，还有黄高斌、张丰毅、黄玉成这几位都是可能是计划的这临床试验的主持人，所以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接受食药署这样子的说法。但是针对5月28号的这12位委员的名单，我们觉得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女性委员的代表性不足，不少于三分之一，所以至少要有四位女性委员，现在只有2位。好，第二点呢，就是这里面有一些人是不适任的，请回到前一张。好，大家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八位委员里面，等一下还有四位，我们先看这八位。周颖文没有问题，陈佩哲原始后来他辞掉了，我不晓得是辞掉之后会不会再补一位，不知道。李秉颖没有问题，现在有问题的是林依琳委员，林依琳研究员，他是中研院生医所的研究员，之前也是副所长，可是林依琳委员的问题是他就是这次临床试验的主要的关键的球员，因为他就是负责在中研院协助做这些
临床试验的这些血清检体的综合性抗体的测试 的这个实验室，是他就是主要的 PI。 所以换句话说，010是球员，他今天没有资格在坐在这个地方当裁判，哦，这个有球员兼裁判的问题。我建议010委员可以列席，哦，他可以列席，他可以去解释他做出来的研究的，他做出来的综合性抗体的效价这些要求的一个解释，他可以去做，他甚至也可以解释一下他怎么做这些实验，他用的是哪一个原始的 COVID-19 的病毒株，他怎么做这个实验，但是他不适合坐在这边当委员，所以这个球员兼裁判的问题。下一张，好，另外还有四位，好，在这四位里面我们觉得有问题的是司徒惠康，因为他现在是国卫院的副院长，那大家都知道说国卫院的董事长就是陈时中，就是我们现在的卫福部部长，原来的董事长是林奏炎，可是林奏炎辞掉董事长已经去做高端的疫苗临床试验的总召集人，那现在如果说司徒惠康他是国务院的副院长，他有这个行政职，他的直属长官就是陈时中，他在这一次的整个的 COVID-19 的整个的行政团队里面，他也肩负很多的使命，包括说很多厂商很要申请进国务院去做这个临床试验，不管是做医材的或者是这个药品的临床试验，都要经过他的审查。那我个人是很尊敬他，但是我们跟他之前也有合作的关系，我们之前我在阳明大学的时候，我们有合作了，发表了一些文章。我到高一去的时候，其实他也有推荐一位他的徒弟到这个高一来担任我们生物科的助理教授。但是一码归一码，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有利害冲突的问题，他有这个行政职，所以他不适合担任这个专家委员审查的名单。好，所以在这边我们觉得这两个部分，其实一方面是有一个性别比例不足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里面有些成员他们有球员兼裁判甚至有可能会不中立的问题，我们觉得这个食药署的这个吴秀梅署长应该要正视这个问题，好，然后另外再去聘任，更不要讲说其实12位委员他们的专长是不是完全足够来审查这次的不管是高端或者是联雅的这个疫苗的问题，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上面是必须要再审慎的评估。下一张，好，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这次的这个 EUA 的授权里面最大的争议就是所谓的免疫桥接，那我们用这张图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其实他们在这些专家们联络的这个他们谈到的这个所谓的免疫桥接呢，我用这张图来给大家做解释。那首先可以看得到我手上的这个东西，没关系，我们就这张图，但是如果有字母画面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我手上拿的这篇文章。那我的这个图 PowerPoint 的这个图就是从这篇文章截取下来的，这是发表在 Nature Medicine Nature Medicine 是在这一两个月发表的文章，这个文章是澳洲的这个 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 Kirby Institute 他们做出来的文章。那这个文章呢，他们主要重点就是在谈到说免疫桥接，也就是说这个用利用这个受试者这个疫苗的受试者他们血清的综合性抗体来跟他们的后来疫苗做出来的这个保护力三期的临床试验的保护力来做一个关系图，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左边的这个就是一个关系图，那在这里面呢横轴
好，横轴就是这些疫苗，它们综合性抗体在除上了这个康复者血清，好，康复者血清，好，所以的这个平均值，好，所以你看到说这个平均值呢，就是可以从很低的，好，在 0.125 到 0.25 之间，一直有高到将近4倍的，4倍的这个平均值。那因为每一种疫苗，好，已经发表的文献，他们都有去做这些受试者血清的综合性抗体去除以当地的康复者血清，所以他们可以 做出这个图。那纵轴是什么呢？纵轴这个就是他们第三期临床试验的保护力。好，那这边最引我们注意的当然就是这次的 EUA 好要讲的标准，也就是这个 chimpanzee 的 adenovirus 当作载体的 AZ 好。那在5月28号的专家会议里面，他们定出来的标准用的就是布桃参加布利桃园医院200个受试者，大部分都是医护人员，他们的接种了 AZ 两剂之后，一个月之后产生出来的综合性抗体的平均的几何数值，然后呢当作分母，然后高端或联雅的疫苗他们的受试者有3000多位受试者，他们的平均的几何的这个数值呢来当分子，然后除出来的数字呢必须要大于 0.67。 好，现在有争议的地方就是在于为什么用 AZ。 大家看到这个图里面在中间有一些个 CHADOX 的，这个就是AZ 的疫苗用的这个chimpanzee 的 CH 代表 chimpanzee，AD 代表 adenovirus，OX 就是 Oxford。 好，所以可以看到在中间，我们可以用 PowerPoint 可以指一下吗？可以指吗？在中间那里，好，对，大家如果可以看到有一个对对对，好，所以看到就在这个圈圈 的中间有一个写 CHADOX1 的 COVID-19 的，这个就是 Adeno， 好，就是这个 AZ 疫苗的这个你看到它的这个综合性抗体 的那个比上那个康复者血清呢，它是大概 0.6 左右。好，那它的这个protective efficacy 就是第三期的临床试验做出来的保护力呢，大概是 60%， 所以他就在这个图上就点了这一点。但是令我们觉得很意外的是，请大家看一下，所有这些疫苗最好的是在最上面的嘛，辉瑞的跟 Novavax 跟 BNT 的，有没有？都在我们的右上方的有三支疫苗，一个写 messenger RNA 1273的，这个是 Moderna 的，然后写 NVX 是 Novavax 的，然后写 BNT 的也是在右上方的，这三个疫苗的这三个疫苗，他们的保护力都可以到达 90% 以上，而他们针对跟这个恢复者的血清的比值呢，可以到4左右。好，那我们现在的这些专家们，他们不用 Novavax 来做比，因为大家知道说不管是高端或者是联雅的疫苗，他们都是属于蛋白质的次单位的疫苗，最接近的应该就是 Novavax 的疫苗，他们不去跟 Novavax 的比。我们现在不就是要一个免疫桥接吗？那不是应该跟同质性的疫苗去做比吗？ Novavax 单期都做完了，他们保护力可以到90%以上，他们的这个综合性抗体的效价比上康复者血清可以到4，那你不去跟他比，你去跟一个低标的，去跟一个什么 AZ 的比，而且是要比 AZ 更低，只有它的 0.67 倍。好，但是大家注意到这整条的曲线，好，这整条的曲线这做的是什么？这做的是
大家几乎都在同一个坐标上面，都在这条曲线上面，唯一没有在这个曲线上面的是哪一支病毒，哪一支疫苗，就是 AZ。 AZ 那个点它不在这条红色的这条曲线上面，大家看到了吗？ AZ 这个点它显示出来的它的保护力跟它的这个综合性抗体除以这个康复者血清的能力是不成正比的，不成正比的。那如果你真的要比的话，那不然你应该找另外一支嘛，你应该找这个交生的那一支，交生的也是 Adeno， 就是在 AZ 左上方那个 AD26 的那一支。哦，你看到 AD26 那支那个点还至少是在这个红色的曲线上。好，所以你找一个没有在这个红色曲线上的这个 AZ 的疫苗，便宜行事，而且找一个低标的，你要专家会议就是决定说用 AZ 来比，更不要讲说 AZ 这个收集这个健康受试者在布桃的这个200个 case 的血清是谁做的，是疫情指挥中心，是 TFDA 委托部立陶宛医院做的，也不是高端做的。那为什么是要跟 AZ 比？这是我们觉得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更不要讲说比值，他们是会除以这个康复者血清吗？那请问高端有收集康复者血清的综合性抗体的资料吗？他们真的会算出一个比值出来给我们吗？好，所以在右边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图，这个图就是显示出来说这个他们的这个综合性抗体跟这个保护力呈现的关系，所以那个有一个红色很多红色区块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从下面数上来的第二个那个就是 chimpanzee， 就是 AZ 的，所以它其实整个的综合性抗体的这个就是所有这些受试者产生的状况其实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不是非常的理想。好，所以我们今天更不要讲说在这篇文章里面它显示出来的就是在作者，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专家的审查会议他们是根据这篇文章说免疫调节所以可以用以用为标准，那我觉得他们没有念书，因为在这个 Nature Medicine 的文章里面很清楚的谈到说这个用综合性抗体当作是一个免疫调节的话是不足的，不够的，因为一个疫苗的保护力不是只有综合性抗体的效价，它还有什么，它有 T 细胞的免疫力，还有 B 细胞的记忆力，三者加起来，三个加起来才是代表一个疫苗的保护力。所以其实免疫调节里面如果只是用了一个方法只针对综合性抗体来做测试，这是不足够的，而用一篇这样子的文章就要来决定我们国人接种这个疫苗免疫就是紧急授权的这样子的决定，我们觉得是一件非常草率的事情，非常草率的事情。更不要讲说国际上面没有任何的一个国家现在目前有用这样子的方法，到第二期紧急授权就做。那最后呢，我们要再提醒，我们目前碰到是一个紧急的有疫情的状况，但是请问目前在国内流行的病毒株是什么？是英国变种病毒株，就是 Alpha 病毒。那现在中研院的010他们受委托去做的综合性抗体的效价用的是原始的病毒株，不是英国变种病毒株，所以我们建议应该改用英国变种病毒株做综合性抗体的测试，甚至应该考虑超前部署用这个印度的也就是 Delta 的变种病毒株来做综合性抗体的测试，才能够让我们了解国产疫苗这两支疫苗对于目前跟将来可能会发生的紧急的状况有没有可能，也它的综合性的效果
产生出来的免疫力能够抵抗这个病毒感染的效果到底为何，这才能够让我们的民众对这个疫苗有信心。那当然在专家会议今天的公布的这个在专家会议讨论里面，我们也非常认同有几位专家，像黄立敏有几位专家都提到的，就是还有严慕庸医师也都提到，希望能够就算是要通过也要给一个 conditional， 也就是要给一个但书，就是这个国产疫苗厂必须要有 commitment， 要承诺愿意继续执行第三期，第三期要把它做完，如果没有这个承诺的话，其实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放行。好，那这是我们的意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王任贤王理事长来接续。好，那请 王理事长。好，那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我们的 FDA 要更换审查委员然后在审查会议里面他换了八位委员，然后补了四位卫福部的委员，那其中有三位他是公开的赞成这个免疫调节的，那另外还有四位再补进去的是所谓国卫院的委员。那另外就是说在我们的留任的八个委员里面，留任的八个委员里面的话，基本上有六个人他也是支持免疫调节的，所以这个看得很清楚，这个我们国家就是希望由透过这些委员的嘴巴里面，然后让这个免疫调节能够取代三期的临床试验，然后进而通过这个 EUA。 那这样子的做法其实我们实在是很难去理解，因为在国际上已经没有承认这个免疫调节在现阶段对新冠来讲是可以有效的取代三级临床试验的，那他们还要这样的硬干的话，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我们就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的前一阵子有个药物 有个疫苗叫做 QVAX， 德国的那个 QVAX， 它在二期临床试验的时候，那个免疫如果它要搞免疫调节的话，那个免疫调节实在是做得太漂亮了，那可是到了三期的时候一打下去那真的就不行了。主要的问题归在哪里，就是归在于我们的变种病毒，因为它当初在做的时候它不是这个变种病毒，现在做的时候它是个变种病毒，所以为什么叫它做实战，就这个道理。那这个反过来看我们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国家以前不管在做这个疫苗还是这个测试疫苗的时候，都是有武汉变种病毒，武汉的病毒株，但是大概做的 AZ 的疫苗，拿这个 AD 布桃的那个时候，那个是加州的变种病毒，它也不是现在的英国变种，可是你拿现在来用的时候，你要用在英国变种甚至在印度变种，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告诉我们它会有效呢？所以这是我们一个觉得最大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另外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做更宏观的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疫苗一定要是做到三期临床试验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疫苗基本上是个所谓的次单位的疫苗，这个次单位的疫苗是很难应变的，我们知道现在病毒变得实在是太快了，每半年就给它变一次，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基本上也应该做这样子的改变。什么改变呢？这个疫苗的审核上面也要做一个能够快速审核的这个动作，但这个动作在于我们的次单位疫苗的话基本上是很难变的。为什么？因为次单位疫苗它本身要把那个蛋白给分离出来以后，再给它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纯化过程，这个中间变数太多了，所以它必须走的是整个的流程。你看到没有，我们这次的次单位的疫苗基本上走的时候是走的最慢的一个，它比 mRNA 比载体的疫苗比腺病毒载体的疫苗都要走的慢，原因就在于它的变非常的麻烦，所以它这个人没有办法变成二代疫苗的。二代疫苗大概就是 mRNA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腺病毒载体的疫苗才有办法很容易抽换 RNA， 或者是说再加进去个 RNA 就能够处理掉。所以这个为了国家的发展的话，我们就在怀疑这个疫苗既然它没有这个二代疫苗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我们要发展它干什么？你为什么不去给它用另外的方法叫它去改变呢？或者说你证实这个效果确实能够应变，那这个时候也是个办法呀。所以说你就不能够只用
我们这个免疫桥接的方法去给他通过这个 EUA。 所以从这个委员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一个遴选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他的目的就是要这样做，那就是强迫的这个我们这个国产的疫苗就能够在这个时候就通过了。那通过了以后，它是什么问题呢？这等于就是说它没有效果让我们国人去接种，那这个我们国人是用性命去换它的利润，那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那基本上来讲，他就是要赚这一票钱，或者是摆一票烂。如果他只是为了赚一票钱，我们还同意。但是如果摆一次烂，你连这点效果都没有跟我们讲的话，我们老百姓更不会接受。所以希望我们这个卫福部啊，能够慎选这些委员。这些委员的话，基本上最好能够有公开遴选，那公开遴选的过程才能让它透明，让这些委员就不能够说一些背离学理的话来去审核，那这样子或许可以弥补一些。但是最希望的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让这些委员能够有个海选的过程，不能只局限在镜子里面找人，那这样是有问题的。找出来之后就是要照着你意思去做，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麻烦的，这个只会把这个事情搞得越来越糟，绝对不会把这个事情搞得越来越好。老百姓对这个通过的这个疫苗，他的接种意愿一定会比原来的还要更差。是，好，那接下来我们是请金传春金委员，不过在王任贤委员结束之前，我不要提一个问题，请两位委员给我们建议哈。因为其实哦，联雅跟这个高端，他们都是国产疫苗哈，但是他们的虽然都是 protein subunit 疫苗，但是还是不太一样。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可以有一个就是 PK 赛啊？至少两个疫苗择一，如果你一定要强迫中奖的话，总是要选好一点的疫苗吧。所以不是先审查高端，然后再审查联雅。我觉得应该是，我的建议是，既然两个疫苗，联雅快要解盲了，资料也可以送进去，如果两个可以一起审查，二择一，择优的，然后呢尤其是他们如果愿意做第三期的，然后择优的效果好的再来让他过，就不要和稀泥两个一定过，而是择优的让他们过，是不是对民众会比较有保障？好，毕竟不是每个民众都知道怎么去选择这个疫苗。好，然后就是其实疫苗的将来性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疫情看起来明年后年还是会继续卷土重来，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在审查的方面其实也应该要考虑这方面的一个想法。那我们接着就请这个金传春金教授来。谢谢。好，金老师你有打开麦克风吗？麻烦打开麦克风。对，好，打开了吗？还没有。金老师你麦克风还没有打开。有了。好，谢谢。好，抱歉抱歉，没关系。因为我想哦，就是我刚看了一下这个委员的名单哦，这里面呢其实还是叫做癌症背景的比较好，那其实还是需要多一点，多一些这个有国际，就是在国际上做过国际药厂做过大的临床试验的委员，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台湾就近市场很小嘛，如果做得好的话就应该往国际上发展，那所以呢在国际上的话，你大概一个临床试验你大概会找生统专家，你这边好像没有临床试验是生统的专家， OK， 那我们免疫学的专家也是比较是癌症免疫学的专家，比较少这种真是病毒免疫学的专家。好，所以我想这个名单里面还可以有一些精益求精的地方，就是增加它的这个专业性。好，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
因为疫苗的东西，事实上过去在国外的话，疫苗公司事实上是赔钱的，他只要出一点事，就是所有人就不去打那个疫苗，所以其实是赔得很厉害哦。那可是这次 COVID-19 呢，很多公司因为国家的资助，所以看到可能可以有赚钱的机会。OK， 那有赚钱的机会，如果跟股票这些又有关系的话，那我个人认为说应该是公司的这个对外，就我们到底有没有成功解盲，有没有成功，这个解盲有没有成功不是公司来说的，在国际上是由一个第三公证单位，由他来，就是基于什么什么什么的东西，基于哪些 criteria 成功，然后或者是对他又有什么要求。我有去听过世界卫生组织对 dengue vaccine 哦，就每一家厂商都上去讲了以后呢，然后就所有记者发问以后，他通通回答以后，他们再去投票，我知道那是非常慎重的一个 process， 这是国际上的做法，而且每一个委员都要去签，我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一开始就要签，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好，那所以我们国家很可能像美国的 FDA， 你如果真的去看它的药疫苗 ，FDA 里面很多都是 PhD postdoctor 以上，然后做过免疫研究，发表免疫 paper 至少都有3篇到5篇，都是 PhD 以上。为什么？因为这个太重要，这个对安全太重要。那我们国家因为过去对疫苗没有去积极鼓励，所以我们这个 TFDA 是边做边学，而且他们也很认真，边做边学。可是这个东西还是很需要对免疫、对病毒有全貌观的人去进来，然后去做这些评鉴。我觉得这个，当然现在最重要一点是我们要鼓励我们的不管哪一个疫苗，它一定要走国际路线，而且它一定要能够对付变种病毒。我觉得这个 data 一定要出来，这个 data 出来，因为今年的冬天绝对是变种病毒的作战。好，谢谢金传春老师哈。所以我想我们就总结一下，就是对于这次的食药署提出来的 EUA， 它这个新冠疫苗的审查的这个名单呢，我们是有一些质疑。首先就是女性委员的比例过低，没有四位，因为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第二呢，就是其中有几位呢是可能有球员兼裁判的问题。第三呢，就是代表性还是不足。另外呢，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希望那个审查的过程可以透明公开，甚至可以用直播，让每个委员可以发表他们的意见，就比照美国FDA 在审查疫苗时候的方式来处理。那另外最后就是像金传中老师、王任贤理事长提到的，一定要做三期，要与国际接轨。好，那当然也期待，甚至将来因为这些疫苗要国际化，所以有没有可能其实是要做到这个可以邀请 international panel， 也可以邀请国外的专家学者进来帮我们看这个资料。好，然后针对这个疫苗的这个免疫的这个指数能够做评估，因为定出来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免疫桥接的这个数据，为什么是跟 AZ 比，然后比值为什么要大于 0.67， 我想光是这一点就没有办法让国人让很多的专家觉得满意。所以在这边如果所有的这些事情护航跟复杂的痕迹太深的话，在过程如果不公正，过程如果有瑕疵，如何能够让国人放心接受这个疫苗的施打，我们觉得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因为毕竟这人命关天，大家打这个疫苗，在这个疫情这么紧张的情况下，
面对英国变种病毒的来势汹汹，甚至将来的 Delta 印度变种病毒、哦、来，如果将来会来台湾的话，这会让我们觉得至少现在紧急授权的疫苗要它的保护力，它的免疫的指数，它的这个中和性抗体的效价要达到我们觉得是符合国际标准，也能够把数据能够好好的呈现出来，让国人放心。好，那王理事长还有没有要补充？没有。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就开到这边，我们谢谢王理事长还有金传春金教授的发言。那也谢谢媒体朋友的参与，谢谢，谢谢大家，谢谢。